微尘与无量佛所广植众善之人，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心，所谓救世之心者。这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，这是佛菩萨，这是大圣大贤。啊，这些大圣大贤曾经于无量佛所广植众善之人，现在人不相信啊，现在人的观念认为什么？人的寿命就是一生的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一切就完了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可以无所不为，没有因果。提倡什么呢？弱肉强食，谁强啊，那就是胜者，谁弱，那就是被欺负者，或者被杀害而吃你。这是什么心理？这不是人的心理，也是我。饿了的时候，随便抓个小动物来吃。人性没有了，可怕在这里啊，我比你强，你就应该被我欺负，你就应该被我奴役啊，你不听从我就把你杀掉。不相信因果啊，不相信宗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科学。科学家不相信宗教，连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不敢碰宗教啊，我把它找出来。啊，他现在相信了。我说你实现这些玩意，佛经上全有，比你讲的还清楚。啊，任何物质现象，讲矿物，谁是矿物，都有见闻觉知，都有色声香味。啊，见闻觉知被你探索出来了，可是色声香味你才只感到色，香你没有闻到，声没听到，味你没尝到，它还有色声香味。我说你还得继续努力。